看这一题，这一题是说哈，物体哈由静止啊，这是 VT 图，物体由静止哈做等加速度直线运动，最初的两秒哈，它走了8公尺，哦 ，VT 图形下面是位移嘛，最初两秒走了8公尺，若全部的行程哈是128，全部是128，所以这一块面积是120。他说要走完全程，他已经走了两秒了嘛。要走完全程哦，还需要几秒哦？还需要几秒？这个时间我就要提好了啊，这个时间是两秒。好，那么还需要几秒？我们晓得说啊，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。那相似三角形的话，它的面积哈，跟对应边的平方来成正比。也就是说哈，你八，这面积八嘛，除以这个面积是128。等于多少呢？跟对应边，对应边就是这一段跟这一段，我这个三角形的这个线段，啊比上哦，这个大的三角形这个线段，就二加 t 啊，跟对应边的平方来成正比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 t 算出来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用那个四好了，四二得八，四三十二嘛，四二得八还可以约，二一二六十二。两边可以开方的，两边一开方的话，我就二除以二加 t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四分之一啊，4/16。那我给它交叉相乘，就 t 加二哈等于8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t 等于多少呢？6秒。所以的话还需要6秒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A。